全新 channel 叫做 Lifology 生活學嘅。咁今集咧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啦，就會講解一下我哋點解會 start 呢個 channel 咧，同埋會介紹翻日後我哋會有啲咩嘅內容嘅。嗯，其實點解我哋會開呢個 Lifology 呢個 channel 咧？其實我哋就諗住可以分享下我哋嘅生活啦，因為我哋現在咧其實係身處喺英國嘅 Nottingham 郡嘅。咁我哋會講下我哋身為華人，究竟喺呢個英國外國嘅地方，我哋其實生活係點嘅咧？咁另外咧，我哋都會分享下我哋大家各自嘅一啲嘅喜好啦，或者我哋一啲共同嘅喜好。咁咧，通常我哋咧有啲咩假期啊時間咧，我哋都會有去旅行嘅。咁啊，我哋中意自由行嘅，開車自駕遊。咁所以咧，將會都向大家分享一啲我哋自駕遊嘅一啲嘅片段啦，同埋一啲嘅心得咁嘅。咁我哋自駕遊咧，亦都係有樣特別嘅，就係咧，因為我身邊一位咧，佢係唔係咁中意咧？食一些太過外國的東西，不可以長期，所以我們去到外國不同的地方，我們都會帶自己的煮食工具，例如電飯煲，去到當地的一些的街市買當地的食材，然後就找一些 self catering 的地方去煮東西吃。那你有什麼喜好呢？其實我是很喜歡吃東西的。哇，看不出的。因為以前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說話叫做食在廣州，我是廣州人，所以我是吃了很多由東南西北各種不同的東西都在廣州吃到，所以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，但是因為各種的原因過了來英國生活之後，其實很多很多的東西都是吃不到的，還有因為廣州人很喜歡吃菜的，這裡呢其實你知道、外國的超市裡面買到的都是西蘭花、西芹、西子嘅嘢、番茄、西山菜都是那些嘢，但我吃不到我哋嘅菜心啊、油麥菜啊、芥蘭啊，好多咁樣嘅葉菜啦。所以咧，而家我發展咗個新嘅愛好，就係種菜。所以之後咧，會有呢個片段咧，可以介紹翻去種菜係點種嘅。雖然好初級啦，但係就希望我行過的一些錯路可以分享給大家，大家如果你想去學種菜的話，在我錯誤的經驗裡面就可以走少一些彎路。這盤通菜就是我在英國這個疫情 lockdown 的時候種的，現在已經很大棵熱食的了，但我真的很不捨得吃，我覺得它人家喜歡養貓養狗，我覺得它現在是像我的寵物多一點咯。大家看看這盤呢，是我新種的種子種出來的通菜，你看種子的力量真的很厲害的，你看它一些泥呢它這樣撞到，哇，這樣爆出來很厲害，真的很厲害的。還有你看它這麼喜歡吃東西，它也很喜歡煮東西吃的。嗯，不錯，也都大家會分享，向大家分享煮東西吃的。嗯，我現在分享給大家我們今晚吃什麼餸，可以看到這裡有這些是芹菜和蒜苗，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種的，這個呢就是用來燜這個鴨的，這個我自己斬了醃了，今晚用來燜有些豆豉這樣好。有依個咧，都係我自己種嘅韭菜啦，跟住用嚟炒雞蛋，所以有肉有菜有蛋白質。咁我咧喜好就 hea 啦，所以會分享翻點樣 hea， 因為其實 hea 都係一個學問嚟嘅。咁除咗 hea， 咁我就中意揸車，就中意開車兜來兜去啊。所以我們接下來都會介紹一些的 road trip 的，拍回我們一些 road trip 的片段。另外呢，還有我就喜歡弄這些燈啊、水電啊，接下來呢我們都會搞搞我們外面的花園的，因為剛剛就送了一些貨來，就可以進行開始我們的工程。因為我個人其實是很有好奇心的，我覺得世間上有實在太多東西，太得意太有趣，咁我都會想去認識、去了解、去知道究竟嗰樣嘢係點解啊、點嘅原理啊、或者佢嘅歷史係點啊咁樣嘅。咁其實我興趣
動靜都有嘅，動嘅可以動到去打泰拳啦、做 gym 啊、行山啊，咁我又中意揸車四圍去咁樣嘅。咁啊靜嘅，咁去到聽下音樂啊、睇戲啊，其實生活上面係有好多可能性嘅。咁我哋希望嚟緊透過我哋嘅 channel 咧，咁就可以為大家分享更多生活嘅可能性。咁我哋嘅 slogan 就係、是。Live it, enjoy it. 記住收睇下一集啦。